imaging and everything came out good, no long-term issues. I'll be able to play basketball again in 2 to 4 weeks. 钢铁人没进季后赛，林书豪离开台湾，先去度假，顺便思考要不要继续打球。 Taiwan is calling my boy。魔兽霍华德也原定18号离台，但又有行程调整，人还在台湾，却突然抛出影片，强调在台7个月，早已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。是否意味着下一季续留台湾？云豹却不敢打包票，他会去挑战夏季联赛，或者去波多黎各做一些测试。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一次的机会，最快也是结束后，可能他再等1个月。 才会有消息吧。当时来台月薪超过20万美元，续约当然也谈过。云豹给出的合约条件跟先前没有差太远，但霍华德点名5位 T1 其他队球员属意想要同队。他当然会希望说，在教练、在球队上或者球员上面能有更大的匹配程度。他今天是说他想跟阿巴西、胡龙茂吧、李奇伟吧、蒋玉安吧、曾文鼎吧。 就是这一些优秀的球员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强调球团首要目标还是把他留下来，却被爆出解约7名本土球员，只为了重金聘请霍华德。球团则是否认。球团跟球员中间有达成一个共识，叫合意嘛。合约期间比较长，那球团当然会因应球团的需求去跟球员沟通，说，是不是？ 有职务上的调整，或者是说其他联盟的测试，也可以去尝试看看。陈信绝对没有强迫签署提前解约书，只是2位前 NBA 球星相继来台打球，掀起旋风。如今都没有进入季后赛，下一季是否继续为台湾篮坛注入热血，都是未知数。TVBS新闻连志周宣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